全国的华社了，在毛的号召之下了，还是很团结爱国，踊跃的出席。本来我据我所知，他们是说大概是10000人，现在实质来的是超过15000人以上。这种表现呢，证明了整个华社了，对我的国家了，还是有抱着一个爱国的心啊。我感觉到这一次可以说非常成功，也表达出人民的对国家的尊重，对国家的爱护啊。当然今天我觉得首相有强调说会继续的增建新华小，我们表示欢迎啊。其实呢，这个华小真华小呢，就是华社所一路来所意愿，首相尽快的能批准更多的需要真华建华小的区域了啊。所以今天宣布呢，我们表示欢迎。当然我感觉到今天整个突出了显示的演出啊，都把我们的历史啊都表露出来，三个种族啊都在小时候一起成长，到现在大家年纪大了，经过的60年了，那么大家呢还是这么团结，那证明了在马来西亚的各族了还是有那种团结和谐团结的这种爱国的表现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说在这种气氛之下了，当然我觉得我们的华人呢、也要继续的以那种爱国的心啊，继续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土，我们要爱惜它，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葬于斯，这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整个华社的心呢都是一致的。